日本独立工作室 Obado 开发中的新作魔炮少女梅加斯菲亚，正式要玩家扮演魔炮少女，轰烂侵略者以及米家邻居，拯救世界。故事叙述某天出现的巨大光环，放出了一堆仿造人类兵器的生命体魔怪，降临在地球，并进行大规模的侵略活动。而持有魔炮之力的女主角八月一日凤华，一肩扛起拯救地球的重责大任，为魔炮少女掏出超巨大魔法机械炮，轰烂这些不速之客。总之啊，在游戏中看到什么都掏出魔炮射到烂就对了。完事之后再摆个超可爱的 pose， 就算不小心把整座城市炸了，强制渡根。只要够可爱，就都能够原谅的，对吧？